复国，我们南部战区与少的排爆大队今年有11名战友来迪包任执行维和任务。这不春节了吗？大家商量着给你送上一份特殊的春节礼物。听说你很喜欢播音，我们想把我们执行任务的一天讲给你听。今天我们赴1-31雷场进行扫雷作业，同志们是否去？去！报告组长，1号作业手探雷器调试前准备完毕。开始调试。复国，你听到了吗？探雷器的声音应该是你再熟悉不过的。听到这些声音，我仿佛又回到了和你们并肩战斗的日子。你们在异国他乡守护和平，我为你们感到骄傲。希望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等待你们平安凯旋，也祝福你们虎年大吉，虎虎生威。